пойду! Но они... Yeah! 这是我第一次的音乐节，非常幸运可以在这里。 当你喜欢一件事、爱一件事的时候，不管多么的困难，我们选择坚持，是因为我们觉得爱大于一切。有没有喜欢的人？有的话，你可以跟他们说 ：“I love you 3000。”